是我妹大块头，这是我妹往事。网已经下去了，然后跑沙坑。在我们大副的指挥下，网已经顺利的下海了，然后我们的渡船就要靠近我们。然后船长正在驾车。渡船马上就要靠过来了。今天天气很晴朗，打死我！干嘛呀？我给你拍照的。然后我们把头船丢过来的钢丝，放一点。细节决定成败啊，钢丝毕竟一定要上好，速度是必须有的。
300米告示跑完之后，下网就完成了。老婆，说远一点。公司跑完了，下网完成，开始我们的拖鱼作业。然后祝大家节日快乐。